个人开黑打克隆。对面的没人确认啊，我就要确认。看你们选什么，孙尚香、程咬金、大鱼、倩女、刚想当妹子排位来着，尴尬，这都有呀、啊。你们选吧，我就不知道选啥了。如果选妲己可能会是妲己啊，因为我的默认是妲己啊。程咬金和妲己之间吧，我的默认是妲己。输了，我的默认是妲己了。最后我还是妲己。哎呀，妲己打鲁班，这个说好打好打，说不好打不好打。导弹乱飞呀、啊，对面，前面是四个加速。那这怎么撸啊？你要不要出攻击装跟他们鲁班对敲？我们的法术一套秒他们是很好很快，但后期的话被他们秒也是很快。我靠我靠，这导弹这么多啊！我靠我靠！几个鲁班在一起真不好撸啊！够了，赶紧来个人呀，打团啊！没技能啊，我靠！呼叫了半天没人理。有一个打野的，算了，还是按照正常的出吧，就以法师出装。然后先想要不要出上次被那个王昭君打的，那个王昭君他是就是出的是攻击装，护理攻击装。我靠！我操！你追我不放，刚出来呀、啊，我连发育都没发育多少，又要回去了。
导弹怎么射的那么准？我靠，导弹横飞、啊！完了完了，我要死在这里啊！这鲁班跑得贼快啊！死了死了，这个死了，这人围殴肯定要死了。我靠！耍招的在跑，小短腿，我还要回头扔个大招，跟你说拜拜。好了，先把这个预约出来再说。刚杀一个又死了，加错了，我应该加一技能。加速，跑得很慢。你怎么跑这么快？快血！我操！几个导弹过来砸死人了。扛不住啊，这个导弹伤害怎么这么高？买个跑得快一点的鞋子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我们是这边的妲己都爱单打独斗啊。哎靠，走错边。绕到他们后排去。哎，最后一下没飙出去，飙出去他就死了。
吧，决定以法术涂装为主。惧怕导弹，直接冲上去定。那这么多，这么多个。哎呦，那个小个子没多少血了。我也要带走一个。哎呀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再进来一点的话，开个大，带走。看来带闪现有问题，我应该再加速。闪现吸力太久，加速90秒是吧？闪现要120秒。但我不知道对面是什么，如果知道对面是鲁班肯定换了，他对面要是别的什么鬼。你们两个在这里摆造型啊，你们作死跑出来，不要有导弹射我，千万不要有导弹射我，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把下路的兵线推上去，不能光杀人啊，我们要推塔是重要啊，重点啊。挑战乱指挥，他没有闪现，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小人，这么多小人，我、靠，四个过来啊，你们有病吗？我们推路而已，两个人他们四个人过来抓，你靠连不死你就死了，你说你在那里埋伏半天你又连不死他，你坐在那里干什么？就把他们把主宰打掉。又来，操，没办法，扛不住，伤害还不够。
在同样的位置，跟刚才的队友一样，同样的死，小埋伏人。哎呀，出装还是不够好顶啊！拖到后期，我们可以一套秒他们，他们也可以一套秒我们。又是一场近那个持久的厮杀吗？貌似我们推塔比较慢，他们推又很快。如果把我们打团灭了以后，直接一波中路强推过来，我们就基本就挂了。没有闪现的日子真难熬。靠，这么多大招，这么多大圈圈，都不知道往哪里走，把我的路都堵死了。哇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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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靠，被射掉都不会跑了。小哥你躲在这里干嘛，不回家？什么鬼？守家呢？好，上路应该有机会推掉了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发，再来一发，再来一发。好，推掉了，推掉了，上路推掉了，减轻我们上路的压力。麦修啊，那个叫麦修是吧？提供很多素材，那貂蝉很溜哈，打过好多次五杀。到后期不要被我们抓到，抓到一个就死一个。靠，三个小不点。快跑啊，小个子来追了。我也躲这里。他不下来啊，乖乖。这家伙这么牛逼，打不死，一套连不死就直接走了。靠，怎么这么多导弹？不够大，操！怎么打到小怪身上去了？浪费我的大。靠，这导弹啊！别让他过来，别让他过来！这样的攻力也攻不进去啊，他们防守的比我们强。哇，他一技能没扔出去啊，扔出去他就死了。原来他们导弹很快支援过来啊，扛不住。
我说这麦秀经济发育这么快。都出魔女斗篷，那这个等一下再约吧。还打不死啊，靠。你看我们这大招瞬间迷掉了。哇，可团灭。没有后续的攻击伤害上就挖到血吸满了，他中间一波强推我们就输了，他还要去打竹子来是吧，这么尴尬。还好他们打龙，是啊，如果他们不打龙我们基本就没了。五班的伤害刷刷刷下来，啊，两一个吸血，一个那个无尽啊，嗯，吸血末世啊，两个加起来吸血挺快，所以说一定要一套把它秒掉。他又出了个魔女斗篷，我们直接打埋伏战，这边有个落单的，干死他！哎，两个。两个人一起上他，搞不死他，又来一个，好，中路的突破进来了。那个龙要把它清掉，期待着你的回来，我的小宝贝，经济发育太慢了，最后两条龙清掉，我们就可以又可以跟他来撸一把。到后期我们再一套秒一个，戒指荣耀先把它解决掉，悬在上面很危险。两个埋在草丛里面。我靠，再来个导弹我就死了，再来个导弹我就死了，哈哈哈哈，怎么走赶紧回家了，算了算了，他拖着吧，在上面冲上去吸引了敌方火力，猴哥很强，还没去玩，应该等下一把玩一下猴哥克隆战算了，你们有没有机会玩，队友要是不抢没办法打鲁班小问题，关键我们打底打鲁班大问题了，现在双方是吧僵持着，你攻我一波我攻你一波，埋不起来，
没有人过来？有没有人过来？没有人。咱们要打的是游击战。我咋见不到人呢？乖乖。哦，一见人就这么多。我靠，好多导弹！等等。哎我去，我该缓一下。离心咒是什么鬼？离心咒。哇，等一下，刚才跑太快，不应该这样子跑的，咱们肯定去打主宰了。哎呀，老是被他一下子远距离射。这个范围实在广啊。哎，感谢小青师们的小抱抱。好啊，下集一起来玩。这把我还打多久，已经快半个小时了。攻不上去，攻不下来。他攻下来很容易，我们攻不上去。到现在我一个人都没进。我靠！哎呀，一下被控死，控住就死了。这输出太高了，太吓人了。不塔人，推塔。好，等一下看一下啊。完了，这一波给他推进来了，输了。打不过，太强势了，对面。再给你们点个赞，都腰的，是吧？好吧，一发就打断。